最近热播的某国风文化主题综艺节目引来广大观众热议，以演唱秀形式为传统文化发声，创造了一场属于中国年轻人自己的国风盛唱。人气爆棚的国风唱作人二婶蔡艺生1月6号来到广州举办了首场个人歌友会，身着亮眼拼色外套的二婶一登场，立刻引来台下粉丝疯狂尖叫欢呼，一首首或深情或激昂的古风演唱令粉丝听众如痴如醉。人气急速上升，随之而来的还有更加繁忙的工作行程。他也谈到了新一年的工作计划。如果今天晚上唱得很嗨、很嗨、很开心的话，哎，那明年还是可以考虑别的地方也搞一搞，对。但是，然后也希望说明年会有二专之类的可以跟大家见面，芒果新闻，国风表演的独特韵味真的很美呀，当。